为现在已经1点多了，所以我们要先去找餐厅。那因为这边的鳗鱼很有名，所以我们今天午餐打算吃鳗鱼饭。太饿了。我也是。肚子好饿。现在已经1点多，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人，只有我们而已。我们点了一个鳗鱼的玉子烧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很烫。鳗鱼的味道很浓。好的。那我下次的便当也可以这样用吗？很高级的。很高级的便当。看起来好好吃哦。还有味噌汤。不是味噌汤，是那个 Simono。好，接下来是我的。然后汤也是一样的，它的鳗鱼好像是用炭火烤的，所以有那种淡淡的那个炭香味。吃饱了，好饱哦，你也是吧？接下来要去西尾城。进来就看到这个西尾城主。反正到下午4点，他刚才写的。超美的。里面。里面有人喝茶。你看。时钟。它可以按。按这个是什么？有音乐吗？溢れる情熱を輝くに届けよう今すぐ君に很焦和的感觉。好焦和。那时钟呢？对，时钟红色的地方是以前的时间的东西。好有趣。不能关掉。一直啊，这个好日式。城堡要从这里上去。
这个好像没有卖门票的地方。换成错档。哦，只有写什么狗跟猫不可以进去。哦，狗跟猫不可以进去。有一个浓浓的木头的味道。哦，所以它这个 building 本来是那种防御用的吧？看看外面有没有防御用的，嗯。就二楼这么大，这么高，所以就是一个防御用的功能的一个楼。说明说，这个茶室是从京都搬过来的。里面有开冷气，所以超舒服的。見えますかね？はい。月さんです。お月さん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これは私が何吹いてるって言ってたんですか？は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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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あ、全然。え、这是什么？什么地方？哇，看起来很特别的建筑。是的呢，牙医啊、哦，是牙医吗、嗯？牙医。好吧，我以为是什么很特别的景点。但是我们现在要去一间抹茶甜点店、嗯。这边其实有很多间抹茶甜点店，但是我们找了一间比较日式的，交合感的。对，外观看起来很交合的。那有很多就是比较西式的甜那个抹茶甜点，因为这边的抹茶就是很有名嘛。到了，哦，我已经看到有人在外面，看起来很有特色，哦，昭和感，大胖小，哦，就是这里，嗯，营业中，哦，在这里点。点餐。红豆的。嗯。它外面的这个皮啊，抹茶的味道很浓。红豆。嗯。它这个皮还有点。抹茶的苦苦的味道，嗯，店里有非常多那种很古老的东西，比如说相机啊、电话、电风扇什么的，还有一个咸蛋超人，嗯。采茶的外卖的，嗯，哦，这里也可以外带，嗯，这里有一台绿色的车子，这很久以前的，好的，这个车子的名字是 Corona， 真的吗 ？Corona，Corona，Corona。Corona Corona
以前的 Toyota 的车子 Toyota、嗯我发现这里的那个 post 很多都是绿色的耶，因为墨茶、欸、那个水龙头是那个墨茶的、嗯、好可爱。而且前面的那个凉亭是一只大大的日本的日式雨伞、嗯、然后这个很可爱，墨茶绿色、嗯、这个是那个很像在做抹茶的上面的那个刷子、嗯、好可爱，还有大大的雨伞，很可爱哦。所以因为这里是抹茶有名，所以 post 也变成了绿色嘛。做了什么 ？Guinness World Record。哇！哎 ，the largest simultaneous tea party。嗯，哦，所以是2006年的 October 8th。好嘞。茶会，然后一次参加14718个人，这个数字是 world record 的意思。我发现日本人好像很喜欢 tea ceremony， 不是不是很喜欢这种、world record， 就是这种惊世世界纪录的东西。嗯，这个白色的，哎，我记得我在超市好像有看到这个牌子的茶耶。松鹤园，希望里面有卖很好喝的抹茶。好多抹茶的饮料，还有甜点。是的呢，饮料的组合也有。哦，嗯，选择困难症又开始。我吃忘了。后面是餐点。啊，这是我点的西尾抹茶柠檬，这个有趣。对啊，看起来很好吃吧？抹茶粉。嗯，你看上面看起来很厉害。嗯，这个是什么？直接挤到上面吗？小心哦，不要被抹茶的粉呛到。嗯，苦比较苦还是比较甜？苦的味道比较多。一吃的时候好像甜的样子，但是后来越来越抹茶的来的苦的味道。嗯，吃完了。嗯，这是我第一次吃抹茶跟柠檬的组合，我觉得很不错，超级适合夏天。这里还有卖一些抹茶的商品，抹茶的甘酒，我第一次看到。抹茶粉，
看。お味噌汁にも合うね。我们找到冷冻。下じゃない？应该是8月30日可以当早餐明日明後日明後日、うん、明日の朝ごはんでもいいよ、うん、熊本復活的地址、うん、地震好火对而且你看这个不是 fried potato 是 fried potato 太可爱了所以一定要买一下Smoke cheese， 这看起来很好吃哎。哪一个啊？炒饭？这个吧。